西华门那儿有个小门，过去下雨的时候，抢塌了，太监们涂着往外运煤炭方便，把它改成了一扇门，外面看不出来。有人就靠着它做生意，太监们往外偷东西卖啊，后宫嫔妃私会家里人呢。北镇府司早就知道此事，一来是不愿意得罪有权有地位的嫔妃太监。 二来是收一大笔钱，大家发财。恭敬森严，其实八面透风。那些不可言的丑事，臣不能说。今晚有暗线从消息来，有条大鱼钓出来，可就不好说了。皇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有刺客奉旨保护皇后。混账！ 刺客怎么会在我这里？你们滚出去！内宫怎么会有锦衣卫进来？还带着刀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谁让你们来的？皇妃。 奉旨捉拿刺客，这倒是奇了。刺客怎么会拿到皇后宫里来了？皇后现在有孕在身，你们要是谁惊扰了她，谁担得起责任啊？都到外面去等着，出去！ 皇上话，这是我的东西，皇后喊我叫姑姑，我想我还是有这个特权的。你喝醉了。